大家好，我哋系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参赛队伍，我哋嘅队员有陈天宇、陈嘉悦、卢婉婷同埋彭卓莹。大家有冇发现疫情之后，屋企人用塑胶餐具嘅习惯又出现咗呢？有啊，每次有亲戚朋友嚟我屋企，妈咪都会用大量纸杯，用完就抌，好浪费啊！大家有冇谂过将啲纸杯循环再用？例如用嚟种植小盆栽。当然有啦，不过我婆婆就因为咁出现咗啲小问题，不如大家一齐了解一下。就系咁，经过大家讨论之后，我哋设计咗一部可以帮助长者种植嘅机器。呢部机器可以帮佢哋移动地下嘅盆栽，不如大家一齐睇片了解一下。